以前更多的理性的分析，现在会更感性一点，然后更自由一点，去成为那个角色。那作为演员来说，我觉得还是要感性的东西要多很多，而且我觉得生命就一次嘛，其实就算犯了错误又怎样，没有人可以永远都是正确的，你经历了其实不管怎么样就都是对的，这都是你的生活。可能因为演戏的时候其实上是我个人最自信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我终于可以不用做我自己的It's not me, so it's okay 人都是这样，得到的越多失去越多，不要不知足吧。对，还是学会去感激和感恩你现在有的，就我觉得我反正我觉得我太幸运了。